9月11日，容祖儿身着华丽睡床出场，宣布将于今年12月举行的1314演唱会加场至2014年1月1日。之前去美国进修武艺2个礼拜，而卫冕和男友刘浩龙分隔两地，带上男友兼弹琴。港媒报道，机票还是用里程数帮他换来的。对此 ，Joy 不愿正面回应。其实我觉得在旅程里面呢，最重要是，都玩得开心啦。然后报纸报道，其实我也觉得不需要理会太多。我们经济是独立的，但是两个好朋友一起旅行也不会计较太多。对，并表示说两人各有分工，好朋友不会互相计较，他负责行程饮食，刘浩龙就负责开车带他去玩。都差不多了，因为地方太大，一定要开车。Joy 此次演唱会形象海报以及性感的贴身内衣露半球脱裤现臀，若隐若现表现出成熟女人，还因为过于性感被切割事业线，只剩大头才能登上广告。 Joy 表示，我觉得在平面的画面，你说我的尺度很低的。最重要是漂亮。不是那种很奢的感觉就好。当天英皇娱乐吴宇大哥特别送上金珠，并加送1314朵玫瑰，代表公司一生一世爱护他。Joy 台上笑颜若是另一个他来送，感觉更感动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